以后我们来看 sin 平方的积分哈、哦。那像这种偶数次方，你在做积分的时候呢，就要使用到那个半角公式哦，或者说你说两倍角公式也可以哦。那我们一开始哦，就把 sin 平方给它处理成呢二分之一减掉哈、哦、cosine 的二 x 哈、哦。好，一开始就把它处理成像这样子哦。为什么要处理成像这样？因为二次方不好积哈、哦，你给它处理成一次方的时候，这个题目会变得比较好积分哦。那所以像这些公式哦，变成说呢，在积分的时候就经常会用到哦。好、哦，所以像这种半角公式啊、两倍角公式啊，有时候甚至三倍角公式都有用到里面哦。那么当你一转换之后哈、哦，我们这边把它看成是二分之一再减掉哈、哦，这个二分之一乘上 cosine 二 x 哦。那这个题目呢就简化多了齁、哦。首先呢二分之一对 x 积分齁、哦、它就变二分之一 x 齁、哦。第二项呢就是减掉二分之一齁。然后乘上什么呢，乘上这个 cosine 2x 的积分齁、哦。cosine 2x 的积分。那做到这里的时候齁、哦、同学可以看到因为它 cosine 里面呢是 u 嘛齁、哦。U 现在是 2X 哦，那所以哦，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在这个里面呢，也给它配一个 2X 出来哈、哦，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积分这边乘2除2哦，啊乘2除2，这样子呢，这个 D 后面呢也会变成 U 哈、哦，好，所以 cosine U D U 哦，这边就可以下去积分了哦，那因此它积分之后呢？就变成四分之一了齁、哦。啊这个 cosine UDU 积分以后就变成 sine U 齁、哦。cosine 积分变 sine 齁、哦。最后再加一个常数 C 齁、哦。加一个常数 C。